上升就给钱，是不是有这种事情？他们给了一阵子之后，发现投资报酬率有问题。什么呢？有些人真的去了，拿了这个钱，他也不玩。有人输了，然后是一个歌手，输了之后说：“好，我愿意帮你唱两场比赛。”有啊，真的有啊，那就等于打折的意思一样嘛。不可以走正门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赌是一个比较邪门，所以不要走正门，走侧门。走侧门呢，你还不能正面进去，要倒着走，然后还是有时辰。他比如说，他今天赌。敬请收看本周讲量化。本节目由联胜律师事务所、哈佛商学全方位、世慧琳 Vision Smart、Beauty Creator 赞助播出。